你很低级耶，干嘛带人家来买这个啦？哦，当然要先准备好啊，是不是？我这么有责任感，总不能让你吃亏吧？嗯？我早就吃亏啦。是吗？嗯。张大伟，嗯，你什么时候才要带我去你家？哦，我家太小了，等我搬到大一点的房子，我一定带你去，好吧？好。这边 ，OK。你好像很熟这里耶，熟？嗯，有吗？啊，没有，我第一次来这里，是我朋友跟我说这边很好的。唐佳妮，走吧。我那个突然来好痛啊！我们改天再约好了啊。来了什么？我爱你，我爱你啊！范伟德，哎，怎么？我帮你啊！哎，那个谁，不是啊，你现在就要抓住他，不然他会不承认啊。唐佳妮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啦？唐佳妮，你刚刚干嘛要阻止我？你明明就看到他们两个开房间啊。我现在好乱，我需要时间想一想。啊，行行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讲的？捉奸在床是常事啊，你拖越久只会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想要怎么样糊弄你啊。如果这样，我跟你那个闹事二号有什么两样啊？当然不一样啊，你是他正牌女友啊，那个二号只是我的。是什么？哎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那我果然都一样，只要没有爱，对男生来讲都是一样。